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irst Housing 金科长，今天带大家看一看抚平区青川洞都市型公寓。交通方面的话，有预计2021年开通的7号线山谷站，下面就有公交车站，有到仁川1号线隔山站，7号线抚平区停站。公寓前面就是大道，进入抚平 IC、西仁川 IC 非常方便。周围有大兴玛特、公园、医院、小、中、高等学区。整栋公寓的话，一栋楼14层、100户、平数多样的四种构造。接下来带大家参观一下样板间。从玄关进来，右侧是很大的鞋柜，左侧是拉门，可以隔绝外部的噪音和空气。从拉门进来后就能看到厨房，左侧是有放四门冰箱的位置，厨房跟客厅是一致性的构造，非常方便。冬暖夏凉的大理石地板，客厅窗设计的很大，而且没有遮挡物，采光也很足。我们参观一下主卧，主卧的空间也很大，采光也很足，放一个双人床也绰绰有余，而且还有夫妻浴室，非常方便。从主卧出来后，左侧是厨房，右侧是客厅。旁边有夫妻浴室，比主卧的稍微大一点。再来看一看厨房，白色的料理台中嵌有一个大大的洗碗池，旁边还有高级电磁炉，顶吸式抽油烟机，大理石餐桌，既可以用餐，也可以用作辅助料理台。再来看看次卧，空间也很大，右侧就是小卧，小卧里面还有一个阳台，可以用作个人仓库。客厅上方设有无风空调和电热交换器，可以把夏天的炎热一扫而空。最后看一看鞋柜，鞋柜里面有一个多功能室，可以放一放自行车、钓鱼工具之类的。右侧是鞋柜，空间也很大。欢迎观看本期的视频，喜欢的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